最近有好几位同修，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往生。去年年底到今年这半年当中，有五六个往生。我们祝福他，只要放下万缘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人人都学了，往生净土不难的，只要真心真愿，念个一声十声佛号就行了。那么听说有一些在世间的时候造作一些罪业，这些罪业会障碍他往生。那怎么办呢？在临命终之前决定加强佛号，把以前造的那些丢在一边，不理他，不要去想他，一想障碍邪见就去不了了，不能想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最重要的是现前一念，过去已经过去了，《金刚经》说的，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就是当下这一念，这一念重要，不要让这一念的不善把过去所有不善全勾出来了，这个亏就吃大了。真正忏悔是什么？老实念佛就真正忏悔，生生都是阿弥陀佛，没有我也。真忏悔啊，一定要懂得，不要去拜这个忏拜那个忏，没用，忏不掉。为什么？你念头上没除掉，就是你没忏掉。念头上纯一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忏掉了。离跟事都要搞清楚，都要搞明白。就是不想未来，不想过去，只想现在。现在想什么？想极乐世界，想阿弥陀佛。想着我真相信，我真发愿，我真求往生。这是应该想的，其他的不应该啊。有很好，没有也很好。有不放在心上，没有也不放在心上。外国同学找我。我旅行只带一个行李箱，里头装几件衣服，换洗衣服，其他的都不要了，都不想，这才自在啊！释迦佛当年在世，旅行三衣一钵，我们现在比他还多一点，还有个小行李箱。越简单越好。简到不能再简的时候，恭喜你，你成功了。最近有好几位同修，都是我们很熟悉的
往生。啊，去年年底到今年这半年当中，有五六个往生。我们祝福他，只要放下万缘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人人都学了，往生净土不难的，只要真心真愿，念个一声十声佛号啊，就行了。那么听说有一些在世间的时候造作一些罪业，这些罪业会障碍他往生。那怎么办呢？在临命终之前，决定加强佛号，把以前造的那些丢在一边，不理他，不要去想他，一想障碍邪见就去不了了，不能想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最重要的是现前一念，过去已经过去了，《金刚经》说的，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就是当下这一念，这一念重要，不要让这一念的不善把过去所有不善全勾出来了，这个亏就吃大了。啊，真正忏悔是什么？老实念佛就真正忏悔，生生都是阿弥陀佛，没有我也。真忏悔啊，一定要懂得，不要去拜这个忏拜那个忏，没用，忏不掉。为什么？你念头上没除掉，就是你没忏掉。啊，念头上纯一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忏掉了。离跟事都要搞清楚，都要搞明白。啊，就是不想未来，不想过去，只想现在。现在想什么？想极乐世界，想阿弥陀佛。想着我真相信，我真发愿，我真求我生。这是应该想的，其他的不应该啊。有很好，没有也很好。有不放在心上，没有也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外国同学找我。我旅行只带一个行李箱，里头装几件衣服，换洗衣服，其他的都不要了，都不想，这才自在啊。释迦佛当年在世，旅行三衣一钵，我们现在比他还多一点，还有个小行李箱。啊，越简单越好。简到不能再简的时候，恭喜你，你成功了。